好啦，翻嚟玩具 TV 第25季第10集。咁啊，雖然今次仲女，不過嗱嗱聲都介紹一啲叫做剛柔氣重啲嘅啦。好啊，但係都係唔好得嘅喎。英雄勇哇勁錯真係好。英雄勇將系列今次我哋其實比較少介紹英雄勇將嘅，唔係話佢差，而係真係冇乜機會 up 啫。咁所以今次呢隻嘢好 Q 難買嘅情況之下，我買到好難買嘅，好難買㗎。我唔知點解啊？好似話冇啲特別嘢，但係我又唔覺咯。咁但係點都好，見我係咪都要入？因為真係我好中意今次呢一個 Chocolider。咁啊，見到啦，咁啊個盒咧都係用翻 Brand Pistol 一貫嘅英雄勇將。咁啊，其實本身新一號都係一模一樣嘅，咁所以變咗，嗱咁就今次出呢一個 Chocolider， 你就見到可以有唔同嘅變化，咁所以變咗我就中到應一應啦。拎開咗個盒就見到時間關係已經砌好咗嘅 Chocolider 嘅身。而今次 我覺得應該真係第一次，佢係另外加一個吸索，而吸索入邊就有曬 Chocolider 六個唔同嘅絲巾，唔怪之難買啦，個個都六隻六隻咁上啊，係啦，咁啊嚇一隻，佢真係得一隻，因為間鋪都係得一隻，同埋我即係見出邊好少，咁啊當然啦，七彩蝦條姐姐，冇錯。慣常地好靚，都用翻呢一個最常見嘅黃色絲巾，係啦，咁啊好快咁樣裝組俾大家睇啦。QC 其實好坦白講，英雄勇將係幾差下嘅，我有追開，亦都真係變咗抽大蛋，但係抽親大蛋嗰個結果都 high 嘅，哇超！所以變咗呢一個係係呢一個系列係又愛又恨嘅，愛嘅原因。是他的造型和價錢是很吸引，恨的原因我還 set 而 set 得很離譜的情況是50-50，所以變成我很害怕買這個系列，但是這個沒辦法， Chocolider 六條絲巾你可以不付錢嗎？是不行的。還有這個姿勢呢真的很有型，他這個哇他站不記得穩就這樣站著是可以的，OK 的。咁同埋多句炒冷飯啫嘛，始終之前新一號，哦，都係呢個姿勢，都係一模一樣，佢只係純粹即係俾拖六條絲巾轉一轉個顏色，但係我又俾錢俾得好順，就係呢一啲咯。價錢有冇貴到咧？多咗咁多配件，其實係炒價，我唔知係咪炒價。多句呢一隻我唔知係佢有啲朋友講過係某一啲特限定，佢又唔係限定，佢係啲特別嘢咯。咁但係即係如果鏡頭前面的朋友有啲 information 可以 share 下，點解呢只嘢咁乸貴咧？明白，就真係可以喺下邊即係講翻個原因啦。咁我 close up 翻少少俾大家睇翻今次呢一個 Chocolider， 我好好彩呢一隻個 QC， 我用好好嚟形容，冇粒冇花冇崩，其實好坦白講喺英雄勇將系列嚟講咧係極度難得嘅。我再重申多次，呢個系列嗰啲 QC 係食屎嘅。嗯。我嗰陣時買嗰啲Ultramon 咧，我真係冇試過唔 high 嘢。嗱，不過咧呢一隻舊嘅 Chocolider 咧，佢因為咧嗰啲紋理啊，好多地方都凹凹凸凸、凹凹凸凸啊，就算佢凹凹凸凸，你都唔係好覺啦，會唔會啊？都唔係嘅，你睇翻其他 Ultramon 啊，或者鹹蛋超人呢啲咧，都係有呢啲咁嘅花啊、崩色啊等等等等等，係非常之常見。咁但係當然，其實你頭先講嗰啲嘢係優點嚟嘅，你見翻本身。Chocolider 嘅心口啦，嗰啲巢嘅紋啦，喂大佬，我當正常價夠零水嘅啫喎，呢件嘢，你睇翻佢嗰啲皺接紋，好靚，靚到揼一聲，根本就係一個即係細小嘅雕像。係啊，佢就算係呢條頸巾咧，佢嗰啲哇幾鬼多，嗰啲紋好自然㗎，係啊，好立體啊。你睇翻個頭，水晶㗎隻眼，係咯。風車透明件的大佬是嗎？因為我不太覺得是不是透明件 不是凹進去 sorry 頂啊糟糕是啦，但是怎樣都好，整隻是真的漂亮到一聲的，那些三紋很漂亮，如果他每一隻英雄勇將的 QC 都是這樣的話，他出多少我買多少，不過 sorry 真的不是，我真的 high 太多，
所以我真係懵懵地一講呢樣嘢就，但係真係冇辦法，呢一隻嘢係好靚。好想問下呢隻嘢而家係炒到幾多錢咧？唔知道，我諗上一上 Carol 上望下咯。係啊，因為好似真係幾靚，我都有啲興趣嘅。係啊，但係如果純粹講鋪頭咧，就真係冇噶啦。你真係可能要喺翻 Carol 上嗰度睇翻。正常價幾錢㗎？我估百零蚊嘅啫，百三蚊。英雄勇將啫嘛，係咯。形態幾好。係咯，個姿勢好靚啊，同埋佢嗰啲，佢嗰啲質感真係好靚。係啊，你真係講得好啱。質感好靚，佢連後邊咧呢兩條嘢咧，都係零零仔仔係唔同嘅喎。係啊，你會見到嗰個顏色嗰個對比，你望落去根本係飛咗出嚟啊！係啊，係一啲膠，即係以前啲衫真係咁樣咧，係有兩層。因為本身佢嗰個帽咧係用咗兩個 layer， 咁你會見到佢零零細細係飛咗出嚟咧，即係做翻嗰種立體感。係啦，所以成呢件嘢真係好高質素。呢個好靚，呢個背脊。呢兩個背翼咁樣嘅嘢，係啦，咁啊，當然啦，你六個絲巾其實本身睇翻原著就有六個唔同嘅能力。當然，大家當年睇呢一個蒙面超人嗰陣時咧，就淨係見到佢哋圍嚟圍去揸電單車飛嚟飛去嘅啫。咁但係後屘都加咗一啲特殊能力，譬如話雷電啊、噴火啊、冰封啊、毒氣啊等等等等等嘅新設定加落去。咁啊，最精彩嘅我自己就可以分享一下就係、是。蒙面超人 Spirit 啦，咁其實即係如果有追開嘅話咧，佢就改咗少少設定嘅。咁啊，阿一文字準人，其實佢原本係 Sugar Rider 嘅第十二號、紅頸巾就係佢。咁係喺阿即係未做腦改造手術之前咧，就俾呢一個本香猛救咗出嚟。咁所以變咗先至真係同佢呢個共同作戰嘅。咁呢個設定其實我係幾中意嘅。係喎，換條睇下。即刻做翻依一個 Sugar Rider 嘅粉紅絲巾，粉紅啫，因為粉紅係有第二個特殊能力嘅，又係。哦，原本電視劇冇呢啲嘢噶嘛？冇，唔係原本電視劇係有 Sugar Rider， 但就冇能力，但係就冇特別講佢有特殊能力嘅。都係打怪獸飛腿踢死就算噶啦嘛。係啊，而本身後加嘅設定，無論 SIC Hero Saga 也好，新蒙面超人 Spirit 都好，就將呢一個一文字準人。嘅設定就改為佢原本係 Sugar Rider， 因為佢都係即係將一號嘅資料強化咗再量產，好過癮嘅。啊！我以前細個咧，成日好想咧將呢啲手套啊、腳套啊噴翻做嗰條頸巾色。以為亞馬遜日本賣緊6980日圓呢只啊？唔係嘛？哇！唔係呢只喎，有師兄咁講喎。七就以前就49個石，就五嚿水。俾人買曬放落夾公仔機度喎。好，咁啊，今集又玩完啦，係咪好快咧？但係呢件嘢真係值得玩。嗯，要買。我正價的話，不過多一句咧，其實英雄勇將本身成個系列都正嘅，但係多一句啲 QC 真係真係差到，真係撲街冚家。係，咁我哋要飛啦，我哋要轉頭傾啦。哇！阿的準備好，係好，哇，快發發見，呢個咁過癮嘅，咦得意喎，搞笑啊呢個好得意啊，好，好地雷咁啊，好，埋位埋位，埋位埋位。